好，这里是娱乐酷品，这个节目叫两分钟带你玩遍各种新奇硬件。今天要给你们介绍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个，不是 iPhone 7，我的高级黑还在路上呢。今天要给你们介绍的是这个双子座 iPhone 手机壳，虽然外表看起来跟普通的手机壳差不多，但是我怎么会给你们介绍这么普通的东西呢？这其实是一个可以帮助你的 iPhone 实现双卡双待的神奇手机壳，像我这种女朋友太多的人就特别想要这样的功能。只要你把第二张手机卡放进去，打开蓝牙，带上手机壳，剩下的就交给 APP 就可以使用了。无论你的手机是哪一张 SIM 卡，都可以通过这个 APP 直接使用。只要你有 3G 以上的网络或者是 WiFi， 就可以自由自在的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了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它是通过网络电话来工作的，所以在 APP 里面，就算你用自己的手机里面的卡打电话，也还是会跑流量的。爱煲电话粥的你们自己要小心啦！一觉醒来，欠了某栋或者是某通的一套房，说的可能就是你了。但是这里要告诉你一个隐藏技能，因为只需要网络，所以无论你是在中国、在美国、在欧洲还是在火星，只要你的手机能上网，手机壳里面的国内卡怎么打都只收跟国内一样的费用，什么国际漫游费用再也坑不到你的头上来了。虽然这个东西看起来薄薄的，但是充满一次电可以用21天，足够你去地球绕一圈回来了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对双卡双待有无限的渴望，但暂时又跳不出苹果这个大坑的话，这个双子座手机壳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。感兴趣的话，别忘了扫描这个二维码，或者在各大 APP 市场搜索 OKEY 下载我们的 APP， 里面有各种新奇好玩的产品在等着你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拜。谁说男生的宿舍就一定脏乱差？ OK 宿舍神器专场，百元好物，七折优惠，让你的宿舍从此不将就。